这也像仿元代的啊，这个我要给大家看东西，我也特别看见，我一眼呢就很入我神的，我也挺高兴。你回家看呢，老觉得不对，我自己有点我不好开口了，你怎么一看不对？就是买假的正常，买真的不正常。这个你看，这菊花它也不是一笔勾过来的，这小栀子花，这底都很粗糙。它这就是想做那种，想做东南亚那种外销的。哎，叶老师，我看那个元代的东西比较多，您还你把您的片子拿出来比较。比较。因为你们大家都看半天了，你看这你拿点真的东西。别着急，这提起来。这个东西我看不好啊，这个不是看不好，就是我呢对这没有什么研究。这种拍呢应该是像福建德，就是那个建窑的意思啊，应该是建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釉子和建窑的釉子来比较的话，我觉得这釉子不行，这釉子太亮了啊，而且这个铁锈花它表现的这种窑变状况，我觉得这釉子不太像老釉子。而且这小葫芦瓶这么重，宋代的东西比较精巧啊，要宋代的小葫芦瓶啊它不会这么重。你看这个壶比刚才那还大了，你看多轻巧。这个东西我自己认为啊，这是广窑啊，这是广窑挂釉，这是地方窑，这可能是广东的啊。这是清代的，这是老东西啊，这是老东西。你看它也亮，但是你要看胎体，广东石湾附近嘛，但具体的是不是那代的啊？是不是那一代？这个具体的地点我很难讲啊。反正我觉得这是广东的东西，不是景德镇的啊。而且这个釉子，看造型，看它都像清代的啊，清代的地方窑。这也是清代的地方窑啊，这具体什么地儿呢不太不明白，这个有点毛病，但是一看呢它就是老东西啊，这也是清代的地方窑。瓷片拿过来，这我还没吃。这一般的我们叫做展示瓶啊，从名称上来看，它就有点像
像那个像猪胆呐、啊，什么哎，像所以这个很形象，我们叫胆雀屏。假。迎客，这个瓶子它底下写天启年制四个字，这个天启年制这个瓶子。这天启呢是晚明的啊，应该是晚明的民谣。晚明的民谣呢，作为天启来讲呢，有的呢它是还比较精细啊，从那个纹饰上来看呢还是比较稳定，用国产料来绘画的也比较稳定。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好像不倒带，而且比较笨重，太重这个。从胎体上来讲啊，看着像芥末袋子的，很重的。它这个青花和这四个字啊，和一般看的这天启这四个字都不一样。行，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看到有这种瓶子。有这种瓶子呀？日本有。啊，日本。对对对，看到过这种瓶子。像日本瓷器。这种造型呢，就是说，但是搞不清它到底是中国是日本的造型。这种造型高丽。高丽不像。对对，高丽确实有这种叫高丽。高丽的话，这个鹤的话，不过我觉得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倒给我提一点醒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呢，不是像咱们觉得的这个，就是咱们晚清晚明这个天启的这个年代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柚子看呢好像还有一点年代，可是又不像青，所以你要说日本的话呢，会不会是日本，咱值得研究这东西啊。你看它这个字儿吧，跟咱们字儿写的还不一样，是吧？这起呢没有反文儿。我看葛宝昌老师他讲的也有，就是写了个天启少一少一，有少反文的，对，少反文是吧？对，这也有可能。我你看这个鹤呢，仔细斟酌，这鹤画的还挺好，挺生动，是不是？哎，这鹤的这个笔法画还挺生动，但是胎呢，我就觉得跟咱们的胎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另外呢，这个天启啊。这个时候还真有带日本风格的瓷器，对对对，还在多呢。哎，日本的时候呢，就是在晚明天启的时候吧，咱们有一种瓷器啊，它写无量太浮款的啊，那一类呢，它就是具有日本风味，具有日本风格。还有的是画小兔的，也有画云鹤的，都带日本风格。哎，这个天启的时候，就是晚明这一段吧，就是有日本的那个学生呢到咱们中国来学瓷器，啊，有的呢就说有，就晚明啊，有一部分呢它代表有日本风格的瓷器，这一部分呢，当时有人认为呢是从咱们定烧到日本的，也有说呢日本的那和尚在咱们中国呢来学他在咱们中国做的，对，哎，反正晚明啊有一段。它是具有日本风格。那在这个瓷器史上，这个袋儿它比较是个空格。哎，对。比较是个空格。所以这件东西啊，咱们留着好好研究吧。我觉得倒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觉得就是、觉得它有老样，不知道搁到什么地儿好。哎，但是又看它这款儿呢，哎，又不像咱们写的那个样子。哎，我觉得这东西很好。不像现在新法，就新的柚子不一样。那这上还有松，还有橘皮柚啊。你看这鹤画的多好啊，是吧？挺随意的，哎，这画挺随意的。鹤画那种柚子的那个材质，其实投资的也有。不是它呀，胎还是挺足密的。你听着，胎里面。真的。
天气年间的，我们中国的实际水量还是比较丰沛的。哎，就是天气东西比较少。比较少。嗯，比较少。嗯。行，这个还是很好的东西啊。不用打那这些东西，别提价，就闪了腰。大圆鹅，大圆鹅，大圆鹅，拿个假皮，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就等大家学一学。对，学一学。学一学，你看这个东西吧，你一拿上一来，大家一瞧一下，就大家就都明白了，是吧？首先呢，咱们就看它的釉，你看它的釉子和老釉它是不太一样，是吧？而且呢，你看着它发干，这东西真釉子，啊，它不那么柔润啊，它发干。再有呢，它这东西啊，这做的这个人他没想到，他这个是皮囊骨，这不还趴着一个狮子，趴着一猴啊，这个是辽瓷的样子。辽瓷哪有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啊？是不是？那这也矛盾呢。辽瓷你这如果要是白釉或是绿釉啊，或是那个黄釉的，它都是低温釉的辽瓷，所以他这做的时候没动这脑筋，哎，就这么这样，青花加釉里红，弄一个皮囊骨比较新颖啊。你看这里它都大黑点儿，这都不对啊，哪儿这大黑点儿，这好像撒上了什么东西啊。你听着它是吧，这它的意思啊，还是想让咱们看成是圆。哎，这还有字儿呢，对，大元国至正十二年还有王府公用，大元国的时候还有王府。对对对，所以这些个呢，哎，所以将咱们一看到这个东西呢，就怎么样了啊。先喝口水啊，这喝呢随着就喝了，但是这两件呢都是好东，都是老的啊。这两件东西，这一个呢，这是宋代的青釉，但是你要让我说它具体的窑口吧，我爸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哪个窑，但从这看呢，它就是南方的啊，南方的，你看它这个老釉吧，你看它的光感呢，都是很柔和的，很柔和。你看它这个花纹也非常的自然，啊，这是南方，这是我看了，可能就是像宋代的青釉，啊，灰白摊儿，这不是北方的啊，这是南方的。这是孔雀绿釉。这个东西啊，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元代。这后边呢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啊，这是元代的孔雀绿。这个孔雀绿、孔雀蓝，咱们有时候叫孔雀蓝，有时候叫孔雀绿啊。这是元代磁州窑系统的一种低温彩釉啊。这种低温彩釉呢，它实际上要按，因为我不是搞化学的，但是我看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来看呢，它这是一种碱金属釉，叫做又从那陶瓷的科学道理来讲，它是一种碱金属，它里边呢有铅啊，这个铅含的多就泛绿，这铅含少呢就泛蓝，所以有时候，但是呢它都像孔雀羽毛那种啊，所以叫孔雀蓝釉或孔雀绿，这是低温彩釉。你看它这个，它这有喜欢，这有波釉现象。那这种波釉现一般的来讲，它还有暗花，这是元代的。这种釉啊，到后来还有一种呢，一种梅瓶孔雀蓝、孔雀绿。你们要有商店经常看到的话，有一种梅瓶孔雀绿，底下还带有黑花啊。那种梅瓶原来呢，我们呢都把它放元代。啊，就是我的那本元代瓷器也把它放元代，现在看起来应该要更正啊。那里边有圆有明，为什么有的你看吧，它这有波釉现象的，这个都应该是元代。那个呢，就是说
带黑花那个，它胎釉结合的很紧密，造型也很好的，那东西现在看起来都应该放到嘉靖左右，啊，应该算明代的了。就是因为呢，广西桂林那附近呢，桂林博物馆有好多的梅瓶啊。桂林出土了，它都是靖王墓啊，靖王墓群里边出来的。那个墓里边呢，出现了有一个那梅瓶，那是具体年墓的。所以后来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啊。就那类呢，不应该算明了，这是元代的啊，元代的东西。这个呢，会绝对的辟邪有可能。这东西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件东西用的还不错。有地方是不是有点黏？这东西我觉得是个旧的啊，因为现在就现在这大家冷瓶新的也多了，点绛彩一类的啊。它跟那个民国大架冷瓶的那些有的叫新彩呀、五彩呀，或者也有的是粉彩的，但这个件东西呢算浅绛彩啊。浅绛彩呢就是光绪的时候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品种，还有一个新的彩瓷品种。你看它这个色调吧非常的浅淡，你们谁要喜欢画画的，这是受当时绘画的影响啊，绘画的这色彩呢非常淡雅啊，而且的话呢它都是以浅色为主，另外呢它这都有点淡赭色啊，淡赭色脸，它的脸呢脸部啊和它的手啊啊，你看这个和那个浅绛彩非常接近啊。这个瓶子挺好，别给打坏了，这个很完整，现在这也挺名贵的了啊。嗯，所以摆摆你看这画，你看这人物画的挺形象挺生动啊，这挺好，这浅绛彩这么大件的还比较少啊，这好好保存。有好多这个功能今天会去乱想干什么情况，然后自己画转过来我走你快点快点，你这什么人，你快点，这虽然不用这么急吧，你走你是要挣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小菊斑罐，这是谁，这是青花五彩。这个五彩大家不知道老师讲过的没有，五彩呢应该分作两大类啊，一类呢是釉上五彩，一类呢是青花五彩。这个呢它带有青花，应该算青花五彩，这就画的比较粗糙一些，我觉得这年代还是对的啊。这还是够康熙啊，这个色彩这个釉子啊，康熙呢有这么一种啊，有点像姜白釉，这还是那属于那一类的。这还年代还是够的，就是画的粗糙一些的。老李。你千万啊！好强！
就是喜欢的这个形式。这件东西它没款儿哈，折枝花卉的，折枝花果。这你要从造型和纹饰上来看呢，它这是仿宣德，啊，只有宣德呢才有这个品种，啊，才有这个丸子。但是这个呢，它是仿的啊，这是近代仿的。这个东西呢，应该都是用苏泥国青画，应该是很典型的东西啊。这个呢，画的有点太拘谨了。啊，原料呢也不对，啊，而且这个釉光呢，宣德的釉面呢，它必须呢，橘皮棕眼，那青白釉，啊，胎体呢比较薄，这个呢，这个东西啊比较厚重一点，啊，这个原料也不对，你这斑点呢都很不正常的，这是用国产料，这是现在咱们用国产料做的，这纹饰呢太有点死板了。这是现代仿宣德，这个东西吧，就是有一点年头也不长啊，哎，有一点年头也不长。主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看看，你从这个背面的白来看，你们遇见瓷器呢，像背面这种白呢，就很现，带有现代的气质。啊，这个白呢。你看元代的白，刚才我跟你讲元代的白、明代的白，是吧？到清代的白，都说是清白清白，但是呢，它白和白都不一样。你要一看这种白，就是已经接近现代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比较近。这两件东西都不对啊！这件东西它写大清雍正年制，你看着底下都干涩干，一看着底就完了啊，它就没有时代的这个气质在里头。另外呢，它这个白地儿，这上有粉彩，还描点金啊，但是这金的颜色呢也不对。这如果咱们对老东西不熟悉的，光看这外面呢，觉得还挺好看的哈，黄底粉彩，还有点像那官窑的味道哈。但实际上这东西很粗糙，这也是现在仿的，它写大清雍正年制。你看这底下这底款啊，哎，你一看这底款，它这个白色一看呢，它也是有点干涩地，跟这两个光度差不多啊。这都是仿品，另外它这个松石绿啊，它还做一点小的皱皱啊。它这松石绿你看没有？它这个松石绿啊，它胎和釉结合的特别紧，这烧的温度够高的。一般呢，这松石绿呢，雍正后期出现的，最好的时期呢就是乾隆。乾隆的松石绿呢。它一般的乾隆粉彩都带一点松石绿，但是那个松石绿呢，它比较浅淡。另外呢，它这松石绿都是后来上，它是二次烧成的时候上上的，所以呢，它是属于一种低温的彩釉。所以这种低温的彩釉呢，
它呢胎肉结合的呢不是像你看这个干巴巴都扒上啊，那个很自然的结合，你用放大镜再看呢还有很细微细小的像冰裂纹似的啊，而且很浅淡，看得特别的柔和啊，这个清代存彩啊经常挂有松石绿，所以乾隆呢是最好，乾隆到乾隆以后这个松石绿釉呢就逐渐的颜色有点加深啊，一直到晚清呢松石绿就有点多发偏黑点，但是呢它都有那个小的纹片，它这像说皱皱呢它就是想要表现那个特点啊，但是它表现的不好，这也是仿的，这是仿乾隆鸡缸杯，这个乾隆鸡缸杯呢这也是乾隆的，按说呢是乾隆一个名品啊，他这写大清乾隆年制，但一般的这种杯子呢它多数都写大清乾隆仿古啊，写大清乾隆年制的少，而且这个画的呢你看这小孩画的很难看啊，这画的不好，而且这字写的也不好啊，这和乾隆的那个字来比较呢是差得飞眼了啊，这个东西有仿好的啊，这算仿的比较粗糙的这年代都比较近吧，你们就是说特别是看彩瓷的时候啊一定要很好的要注意这红彩啊，这个东西的话你要一拿来一看的话呢这很容易一眼看呢这就是现代的东西啊，它这个古代的这红彩没有这种彩，你看它这个彩呢都有点像红漆了是吧，这很浓厚了，而且画的还比较粗犷啊，这一看呢这就是现代的粉彩，底下这乾隆款也不对啊，这红彩的这乾隆款底道也特别的细，这彩很粗糙，反正你凭着红彩一看啊，这年代呢就很近的东西，这口边还有金彩，这房子没出现。哎呦呵，这东西真新鲜。君瑶。君瑶还挺帅。君瑶花盆上还嵌玉。哎呀，真好。这我还真没见过。这说实在这也够费工的嘛，因为你这瓷器啊你它必须得烧完了以后才镶这个嘛，但烧完以后呢它就挖这些个槽，你必须得有金刚钻石这一类东西，要不然你这槽它怎么挖呀，真不易，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它这玉器上头吧，它这玉镜上头还弄好多珠子，它这个钧窑花盆上的呢，它这是仿钧啊，这钧窑花盆上呢也做了好多假珠主的那个表现，所以整个的给你来讲啊，就是认为这是珠主的啊，是哎，这都是现在做的假珠主的模样。这钧窑这个钧窑天蓝釉的钧窑也差挺老远呢。它这也不算高啊，这个其实它又别做这个出土啊，就让它白白的细细的要弄，也现代艺术品也挺好看是吧，别让它弄出它一出土一瞎抹呢，有的现代新东西其实本来它做的挺好
你别瞎抹，它反而倒漂亮。他瞎抹的意思呢，就想要骗骗人，觉得我这出土呢能卖大价钱，绝对是这么个出发点，别倒把这东西呢给毁了。那这是一个假的钧窑啊，也是现在做的。这个内层瓷，这你们大家说是真的假的吧？哎，这我看咱们大家伙都能区辨出来。这是真瓷器。哎，真瓷器，真瓷是不是假瓷器？这个蓝地儿白龙，另外呢，它还现在还有一种，就刚才听我看那本瓷器里边，还有红地儿的，是吧？哎，那红劲儿的带大青花鱼的，嗯，哎，这都是现代仿品。你看，一看这釉子就不行，啊，一看这釉子就不行。这元代的这个蓝釉啊，元代的蓝釉，它烧的必须得跟蓝宝石的那个。这这大家一看也都明白了，这个周围是窑变釉啊，哎，它窑变釉开光里边画上侍女，香朝青，是八仙吗？哦，画八仙，应该是八仙，我还真是八仙。这个八仙才四个，它这个是一对儿，是一对儿。是一对吧？是民国开工。对，开工一对。按民国买。哦，按民国买。就这侍女有点，这八仙人我的像您，做的也不错。但是这个彩、吧，不太像民国彩。你看他这个人，民国画的侍女吧，也挺好的。这个侍女画他比较糙。这个就这侍女画有点像民国的意思，但是呢，你要看这窑边釉，民国可没有。哎。你要看这个窑边釉啊，那可都是现代的窑边釉，红啊，这红的窑边釉。哎，这个釉呢不够红。跟你别，咱们别小瞧民国的东西，有的画民国还挺好的。这一对儿，现在就是说，这就是说价钱不贵，咱买这么一对儿摆着玩，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咱不一定啊，非得找官窑，你上哪找那么多官窑啊？哎，自己要想搞装饰呢，就是现在烧那么的精细的东西，其实摆一摆，我觉得并不次于你非得找官窑去。这个是新的吧？这是新的，真棒，这是窑变釉。现在窑变呢，既红啊又红啊，现在烧的更好闻了。挺轻的啊，应该透亮了。对，你们说这件东西好吗？有年代吗？新的，没有。哎，那这也不对啊，这玻璃质感太强了。这你说它像仿什么呢？仿定窑，仿定窑差距也挺大呀。邢窑，那邢窑更不行了，邢窑唐代的了，那釉子都不对了。实际上他还是想仿定的，这釉子还是想仿定窑，那个雕花，哎，对，雕花呀。玻璃这釉子太松软了，嗯，哎，这个你看看，
这个定窑碗啊，这也是仿的。现在呀、啊，仿的定窑啊非常多，但是定窑真品的传世的，就是说收藏的这个一般的，咱们搞收藏的里头也有。但是这件东西啊，咱们交流啊，我认为这东西还是仿的。这个釉子比这个釉子坚实啊，这显得玻璃又松软，而且开裂了什么的。这个如果你要是对定窑印象不太深刻，这就是真定窑了。但实际上啊，我觉得这是还是属于仿的啊，这釉子不行啊，我觉得这釉子还没有达到定窑的那种光感。另外，它这上的有好多做旧啊，这上的这些个扎扎轰轰的这个表面出土的都做旧。釉的质感不好，它复烧，啊，这个复烧的痕迹，我觉得不，啊，不像那老的那痕迹啊，跟它那标不一样，那个边儿吧，比这稍微还有的要宽一点，嗯，而且这花纹呢，就是，哎，就是也不是特别的随意。这底也不好，这圈呢应该再窄一点啊，嗯，还小，哎，这个还应该再小一点，反正这个东西啊不入神儿啊，我觉得这个定窑还是个仿品。你不好吧，你开始难度更低，没了。这小地方，这上午要看了一幕，真是不好。这是写的是嘉庆款啊，嘉庆款，但有点像那个书卷似的一个小鼻孔啊，我觉得这东西不太好啊，很粗糙，这画得很粗糙，它写嘉庆款，但实际上这拍的都不行，那它很粗糙的。另外它这口和足的工艺吧都不对，像这种东西啊，要是乾隆或嘉庆来讲啊，都很精致啊，而且画的呢都非常好。这个从青花的色彩呀、啊，从它这个工艺，这个要不然就是应该很好的一个酱口。你看它这个也不是酱口啊，就很毛毛兮兮的，好像是哎做点旧的用。这底也很粗糙。啊，这也不像晚清，啊，这松石绿，这绿色做的旧，这个绿也不行，嗯，这绿做的也不好，很粗糙。
你看这彩吧都不正，那个彩画的都，这颜色涂的不好，那这人的面孔画的太难看了。我觉得这个年代吧不太久吧。这件东西你要是从它釉面和青花的画意上来看哈、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年代的啊，从感觉上来讲呢还是有些年头，不是很新啊，但是呢还它是画双金牡丹了，虽然画双金牡丹的就不够康熙啊，不够康熙，但是呢起码这个东西吧够个清代中晚期以后的东西啊，民谣啊，这你看这青花，这个画的还是比较随意的啊。这个地釉呢，感觉也不是那么很刺目啊，比较柔和。你看这底，你看这底的工艺呢，哎，看这底下这个竹编的这个工艺呢，那也还是好像是老瓷器的样子啊，还有一定的时代。但是呢，从造型上来讲也不像康熙，因为你看有点初级牡丹好像是像康熙似的，嗯，但是呢达不到那么早啊，就中晚期的，哎，清代中晚期的，是的。这个大家说一说，这应该什么时候的？江朝，江时代，元，哎，元的，这是元的啊，这不是不太元，这不太元。主要想听你讲一讲，真假的无所谓啊，就当教具。对，嗯，就是，嗯，每个老师讲的都不一样，啊，那讲哦。那咱们就是说老师跟老师意见不一样，咱们可是我可是提供您也是参考的。这件东西吧，首先这件东西的话，我觉得首先从青花上看吧就不太好啊，不像元代的这个料啊，不像元代的这个青花原料，不像那种进口料。你看你这侧面看吧，这个青花上的一层的那个浮的那个那锡光啊，一层浮的那种锡光，这个感觉是不对的啊。再有我觉得这画的很难看，咱们看上咱们看那个图片，咱看那个，你看人家日本收的那个大扁平的青花多好，那纹饰是吧，而且这云边也不好，我觉得这个从绘画上来讲画的也不好。另外呢青花颜料也不对，再有这些黄的东西吧，我认为都是瞎弄的，像土土的啊，蒙人的。哎，这底也不对，这底都不对啊。反正这个东西吧，不经看啊，一瞧这东西不行。再有的话，你看它，咱们那个东西啊，这种大扁平啊，都是这么大的。反正我见到的青花的和这个磁州窑的还有龙泉窑的，这种都是大酒瓶，元代的大酒瓶啊，还没有这么小小的，都是这么大的啊，上有大木塞的，都是当时元代装酒瓶。这就是现在做的啊，现在自己这工匠自己出主意，自己设计的啊，从造型青花纹饰地釉啊，还做的这个黄，这几个方面看，它都不是元代的意思，嗯，那年代很近的啊。叶老师，这个壶的底应该是平的吧？平的，应该沙底，平底，对，因为那个个儿大呀，它这个跟着底，说起来这个底是比较规矩的，
咱不讲了吗？元代的做的它不是很规矩，这做的比较规矩，啊，说这个边那个底边削的不太规矩的。啊，这是按道理来讲，这个算做的还是又和元代来比，这好像还是比较规矩的，啊，底边是规矩，应该是平的，白的啊，平沙的。这东西我看不好了，这是不是像日本瓷，而像南韩瓷，是不是有点那种风格？你看，反正这我看不好啊。这个呢，这反正像个从这柚子看像个老东西的样子，啊，像老东西一样的，这个也就是民谣吧。哎，看着花纹会不会是会不会那个什么样？日本瓷或者朝鲜瓷？像玉溪啊？像的玉溪窑。哦，不是玉溪窑，玉溪窑的胎子不是这个胎子，反正有点年头啊，有点，那但是的话不知道这什么胎子。这小碗是个老的，你看它这玉壁底，这缠着菊纹，这里头的釉，里头的釉配上了好多那个窑灰，我看那釉子还行。啊，这是个清代的，清中早期吧，康熙以后，啊，有这个玉璧底。这个玉璧底啊，万历开始出现，万历到康熙这一段啊，玉璧底。你们这还真复杂，什么都有。五四海来的，这是五四海来的。这可能是一小酒瓶，好像。对。底下还有点釉，这不是景德镇的，这不像景德镇的啊！这小酒瓶，这是哪个地方的烧的青釉？传世里头也没有这个造型，龙泉窑不像龙泉窑，这摊儿不像啊，啊，这摊儿不像，这是小油灯，这小油灯，这小油灯，我觉得到像民间的，从这胎体看啊，这柚子也还可以。这小油灯，反正这是清代的，嗯，我看这有年头，那清代的什么时候呢？反正也不是太早，看这里头还是有旧物，这有旧物。行，我这个大明宣德年制的银龙碗。得，大家都乐了。这正经官窑，正经官窑的东西吧，它都写大明宣德年制，啊，这还是仿宣德啊，这青花原料不对，盒子里装的是仿料，而且釉面也不行啊，这釉变得挺干，干涩，这釉面的。这是元军。对的，是帮助人去的，对，我觉得这感觉很好，还带块平板，倒带的，啊，这是原金，对，我让你拉掉，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对，干红什么那个。这俩碗呢，这件碗我觉得不好啊，这件碗我觉得够圆均，
你看这俩笔呀、啊，你看这两个柚子，让我动弹动弹，你看两个柚子光感就不一样，光泽不一样，你看没有？而且你看它这个玻璃质感很强，而且他就也想做那个居地东西，就是圆均的柚子比较厚，而且有这个小棕眼，那个这是典型宋代的，这不是宋代的，那个是玻璃管那么强，怎么是宋代？这柚子一宋代更不行了。啊，哎，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碗不错，这挺好的，哎，这颜色也不错，这红斑，你看那这个圆君呢，是这个红斑呢，在民国的时候有这一块斑，这东西值多少钱？啊，民国的时候它有。就是老的那钧窑天南釉的，民国的时候有的后加分。嗯。这壶底可以拿王家的，得过程可以试一试。要好几个碗，这一看这个釉面呢，好像就像现代的似的，是吧？玻璃质感太强了，这个东西我看不是太好，它底下好像有点旧意，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是不是老的线，它抹的啊，这个东西年代比较近，不过这个东西当艺术品呢，啊，画画的人摆在桌子上挺好看的。放十一还有吗？哪？还有那边，到那一位同学了。最后那位黑衣服的呢？那个同学。还有，一起班的，拿去。不好。这龙涎龙也不错啊。嗯。你看这柚子多好。它也亮，你看这个亮啊，和老亮不一样，它很柔和，啊，这个是南宋的，要按我看，我觉得它应该是南宋，这不像新的，它这三个足做的很一关，上面那盘子没看。这是个龙泉窑啊，这也不错啊。龙泉，哪里？帮我对付。这是假的啊，这是仿的啊，这是现代的。这从造型、釉子，啊，从这里边的光泽的来看，这东西仿的还是比较粗糙的，嗯，仿的比较粗糙。对，这个。